代啫。咁啊，場 show 嚟講咧，咁啊，估唔到啲觀眾嘅反應係咁熱情啦，咁奔放啦，同埋好出乎我哋意料之內啦。舊時嗰陣就會比較係理想化少少成件事，即係第時要揾份工啊、生仔啊、成家立室呢啲。咁而家就多咗個選擇，係追夢。唔夠啊！我要你哋每一個嘅力量。我嘅夢想，我今日嘅夢想，我嘅理想，係見到你哋每一個係真真正正 enjoy 呢個音樂會。我希望見到你哋係可以活在當下呢一刻呢一刻嘅感覺。邊個話夢想係唔可以實現噶？夢想點解唔可以實現啊？一切都係取決於你哋自己啫嘛。What's up?If I could swim to my lonely sky， 大家好，我哋系 Sugar Bro。今日场地好好啦，终于可以踏上呢个舞台，终于可以嚟到 EMS 啦，系终于嚟到 EMS， 系啊，真系一个荣幸啦，系啊，一个荣幸，即系我哋都系继续努力紧去追紧自己嘅梦想，即系同大家一样都系继续努力。If I could swim to my lonely sky，大马的我，一米六八的我，又搞错自卑，不必多慌。Hello， 我哋系 Rapper 二。如果追梦一呢样嘢咧，你系用一个冇去实践嘅心态，其实系冇可能发生到嘅咁嘅事。咁其实老实讲，追梦不是梦嘅意思，即系话我哋可以真系去实践出嚟，唔再喺我哋脑里面谂，净系得个谂字。首先就是看你付出有几多，其实当你有梦想的时候，其实你想去实践的时候，基本上其实你是同一个现实去搏斗。靠哪一个终得自闭一个大现实，难道你已失真我巴拉巴拉巴未仰望不到耀眼，何以能松呢場 show 大家都玩得好開心啦，咁尤其是睇到好多唔同嘅新進嘅樂隊一齊玩呢場 show 啦，咁好開心啲搞手可以將一啲唔同嘅 band 擺埋一齊，因為有時可能會淨係揾一啲大家認為嗰隊票房 OK 嘅揾嗰隊啦，咁但係今次呢場 show 個搞手就好好，咁就會俾一啲新嘅機會，俾一啲機會俾啲新嘅 band。追夢喺你追之前咧，其實都係一個夢嚟嘅，只要你肯去追咧，佢就呢個夢咧係會是可以延續下去的，不要計較收穫，即結果永遠都是一樣的，反而是個過程很重要。大家好，我們是 Blasta。 追夢就當然是趁後生啦，如果當你有一個興趣，你 keep 住去做嘅話咧，你總會咧成為一個專業嘅，所以咧就千祈唔好因為難而放棄，唔好怕辛苦咯 ，keep 住做咯，即係一開頭就唔好諗即係咁快想有回報，咁啊 keep 住默默耕耘，咁啊總有一日就你會得到一啲你想得到嘅。時間係唔會等人，即係數一聲啊走咗，咁啊數一聲我哋都就好似一層三張幾，唉。身价不丰厚，却找到自由。Yeah yeah yeah， we are gonna hold the lights high， 不管呀，你们是 very light。大家好，我哋Underdog。今日場數可以同咁多前輩嘅樂隊啦，唔好當夢想係啲冇可能發生嘅嘢啦，反而當係一個係目標啦。咁啊，即係為自己嘅目標去進發。追夢不是夢，中意音樂嘅朋友。一定要努力，盡力分享你的音樂俾人聽，好唔好啊？過多一秒，你也想不快，繼續崇拜。我哋係鐵樹男，即係可能而家嗰個普世嘅價值觀，可能覺得夢想兩個字係好重啊。即係覺得呢個詞語嗰個嘅含義好重先叫得上夢想，但係其實即係好似嗰套戲《那一天我唔會飛》，放一百隻紙飛機都可以係夢想嘅時候，咁點解你哋仲坐喺度等咧？喐咪得咯，即係其實嗰個目的係咩唔緊要，最緊要係衝一行啦。紅日會再次升起，照耀屬於你的。